那你前几天在讲炸鸡披萨？我们俩平手，两个两人这样子打球啦。有啊，炸鱼肉，可是炸酱的，拿出去。夺命剪刀啊！这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老学生都用那物件，为什么里面还有个东西？这个里面还有箱子啊，还有箱子哦。纸巾存楼先放旁边了、啊、不要拿，我们要拿着。等一下刮到破一个洞就。